于老爷，你半天不说话，想什么呢？我在想给我岳父送信的事儿。我发现你是个很有定力的人，而且还很有号召力。来普村的乡亲，对你比对你的父亲好像更加信任。周大人没有在了。英武之人，不论尊卑长幼。 遇事往往比他人更有决断和担当啊，周大人，没想到你会如此夸人。陈龙乃一介潦倒书生，只会玷污了这英武二字。我不打搅你了，你接着想吧。 禀齐大人，我刚刚听永宁守备兵营的一个兵丁讲，说喀尔齐大人把周瑞和周大人和那个余成龙一同押入永宁守备军营的地牢了。你说的是真的？大人，此事千真万确呀！嘿，他们把事情越闹越大，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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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备大人，看这回来卜村那帮刁民就再也不敢来拔旗了。谁要是再敢来拔旗，来一个就给我杀一个，绝不手软。大人说的极是，谁来就杀谁。川沟村那边怎么样了？佛朗干得非常漂亮，800亩良田已经圈占了600多亩。好。 奉大行皇帝遗诏，册立皇三子玄烨即位，改明年为康熙元年，另尊大行皇帝一命，指定议政大臣、内务府总管索尼，内大臣护军统领苏克萨哈，一等公少傅兼太子太傅鄂必龙。 议政大臣、二等公、领侍卫内大臣鳌拜等为辅政大臣。二位大人，请。 参见灵珠大人。山西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大人，这是山西永宁书院山长邢继堂提供的对永宁守备喀尔齐违禁圈地草菅人命的陈述状。这先皇驾崩，新君即位，鳌拜又篡至了四大府臣。这件事先放一放吧。 但是要记住，一定要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是顺治皇帝让我派你们两个去的山西。下官明白。
你们去吧。是是。改年号为康熙元年，钦此。皇上，接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岁。圣旨到。先皇驾鹤西去，新君即位，明年起，改年号为。康熙元年，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行了，你去吧。一个消息，顺治皇上驾崩了，八岁的三皇子继位，科尔奇科大人的叔叔鳌拜鳌大人现在是新皇上的辅臣。皇上，我想的是同一个人。别吵别吵，好了，都别吵了。再给我，都有啊。来，给你。去，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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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周大人。再来点。吕儿，大人，有什么吩咐啊？看清楚了吗？拜托到安国寺，把这三个字带给春天法师。您匆匆叫我们来，所谓何事啊？邢先生，这张小纸片是成龙托永宁守备兵营一个兵丁送出来的。什么？成龙托兵丁送来的？对。陈廷敬。陈廷敬。我明白了，成龙是让我去找陈廷敬。陈廷敬如今在朝廷做什么官啊？那秘书院的检讨。什么？一个小小的秘书检讨，他能办成如此大事？我的亲家，眼下都什么时候了，死马当活马医啊！我马上备车进京面见陈廷敬。
玉玲啊，哎，到山下租辆好车，一路上啊，好好照应好先生啊。于大伯，您放心吧，我一定把邢先生平平安安的送到京城。爹，上了京城，别忘了打听咱家两个消息啊。哎，啊，亲家，你们回吧，啊。爹，路上注意，注意身子啊。邢先生，陈府到了。哦，先生，子端，学生不知道先生是您来了，实在是失礼。子端，哎，起来，起来，快起来。谢先生。能行出如此规范之大礼，先生过奖了。先生旅途劳累，快快请坐。哎，先生，先生来京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学生一声，学生好出城迎接您呢？子端，此事重大，不宜声张，为师匆匆而来。就是有要事与你相商了，先生请讲。
啊，快坐。学生不敢了。坐嘛。这么说，明珠明大人已经派人前去山西调查卡尔吉圈占土地的事情了。是，他们还找过我，可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原来是这样，先生，据我所知，这件事情相当复杂。你听学生慢慢给您讲。顺治皇帝驾崩，皇三子玄烨继位，改明年为康熙元年。可是先生您知道吗？这康熙皇上今年只有8岁。啊，8岁。所以朝廷遵遗诏，为年幼的康熙皇上设定了4位辅臣。这4位辅臣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能文能武四朝元老索尼索大人。可是索大人年老体衰，疾病缠身，实际上已经无力辅佐这位年幼的康熙皇上。排在第二位的是正白旗旗主议政大臣苏克萨哈。这苏克萨哈原本是多尔衮的亲信，可是没想到最后居然判处告发了多尔衮。此人人品极差，朝廷上上下下都对其嗤之以鼻。这排在第三位的是鄂必龙，此人虽然官衔不少，可是能力有限。这最关键的人物是排在第四位的鳌拜。鳌拜？对，鳌拜虽然没有前3位辅臣的地位高，这鳌拜在宫中也颇具影响力，尤其他是上层保守贵族势力的代表性人物。可是此人极其自负，自以为出身、功业、心计乃至体魄都胜于前3位老臣。康熙幼帝登基之后就踌躇满志，毫不谦让。如此说来，在皇上身边说了算的人就是鳌拜了。他岂止是说了算啊，他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什么？此人竟然如此霸道？先生，您知道侵占你们土地、关押于成龙的卡尔奇跟鳌拜是什么关系吗？什么关系？这卡尔奇是鳌拜的侄子，所以你们想要告倒卡尔奇，夺回你们被侵占的土地，从卡尔奇的地牢里面救出于成龙，这最大的难关就是鳌拜。此段，那此事就没有任何希望了。希望也不是没有，只是很小。先生，您先别着急，要不让学生，试试吧。学生前些日子被选上皇上身边的侍读，在这洪德殿里日日陪着康熙皇上读书，或许能找个机会将这件事情奏成皇上。好，好啊，先生，您先请坐。哎。可是先生有所不知，朝廷规定，皇上身边像我这样品级很低的侍读，是禁绝向皇上奏报任何事情的，更没有上书的权利。看来这件事情要想别的办法。子端，为师为难你了。先生，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恩师的大恩大德学生无以为报，这回就算是干扰徒弟，学生也要将这件事情办成。此段为师谢谢你。
先生。禀老爷，门外有个叫陈廷敬的侍读求见。哎，快让他进来。这。哎，廷敬啊，明大人。哎呀，有失远迎啊。卑职拜见明大人。你这是做什么呀？赶紧快坐。啊，明大人先请。哎，快坐吧。谢明大人。明大人，廷敬这次来是有事情，想让明大人给指教一下。嗯，好啊，尽管说。新皇上，先皇驾崩，新皇登基，鳌拜辅佐，这就是今天朝廷的新格局。这个新格局不仅对朝廷会产生新的影响，对永宁、对来普村、对你我产生影响。周大人，我们有希望了，永宁有希望了。鳌拜是卡尔奇的亲叔叔，是康熙皇帝的辅臣，我们有什么希望？周大人，你想想看，历来新皇登基必有新举措、新开局、新面貌，往往首先要革除前朝的弊政。眼下前朝最大的弊政是什么？圈地。可新皇上只有8岁，真正主政的是辅臣，不是皇上。无论是辅臣还是皇上，都是新朝的代表，他们为了给新朝开创新局面，都会不遗余力地革除前朝的弊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你说的一点不错，新朝一定会带来新气象的。可你别忘了，我们告的是卡尔奇，不是别人，他是鳌拜的亲侄子。你说那个新气象，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这儿。周大人，你也别忘了，圈地是前朝最大的、最祸国殃民的弊政。这种不得人心、祸及民生的事情，如若新朝不能彻底革除，又如何能开创新气象？又如何能稳固江山社稷？又如何能让亿万民众忠心归顺？如若新朝真能将圈地之弊政彻底革除，我于成龙即使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这老亲家去京城有些日子了，怎么一点消息怎么都没有啊？不知道见了程廷敬没有？这事情办得如何？这世道啊，他欺人。爹，您别操那么多心了，身子骨要紧啊。这卡尔奇把成龙压在地牢里，我能不着急？哎呀，可是你操心有何用啊？那老亲家去京城，那还不就是为了成龙的事儿啊？你呀，就一点事儿也经不住，自己倒先病倒了。我没用啊。好了，老亲家要有消息啊，很快就传回来了。于大伯，俩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跟大娘说。顺治皇帝驾崩了，即位的是8岁的三皇子，年号康熙。而卡尔奇的叔叔鳌拜成了新皇的辅政大臣。说什么啊你们？我儿没救了，我儿没……哎，他爹！于大伯，爷爷，于大伯，爷爷，大伯，爷爷，醒醒啊！守备大人，不好了！
不好了！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我们的圈地旗全都不见了。什么？我们插在莱卜村的圈地旗，昨天新插的圈地旗被那些刁民一夜之间全拔光了。备马！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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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备大人，这回永宁，回永宁！撤！撤！撤！这所以说呀，田静啊，这凡事他不能用蛮力，得有策略，有巧劲儿，要不然他就无法如愿以偿。嗯，啊，明大人教诲的事，卑职明白了。还有，这卡尔奇侵占山西永宁土地的事儿呢，就照咱们俩说的办。这个事儿只能这么办，才能办成了。嗯，来，你等一下。这是邢先生带来的状书，你看一下。你马上去找熊次旅，让熊次旅出面去弹劾卡尔奇。这熊次旅在朝里仗义直言是出了名的，所以这事儿让熊次旅去是最合适的人选。啊，那卑职这就去办。嗯，哎，还有，你来我这儿呢，我想也没有必要让外人知道，包括熊次旅。啊，好，那卑职告辞了。你们几位进了吧。陈金静。臣在。熊次旅参奏的可是你们山西的事情？回皇上的话，正是。圈地之争，加剧了百姓疾苦。继承祖先的基业，在于安天下、抚民生，将民间土地圈于其下，以致生民失业、衣食无依、流离困苦，朕深为可悯啊！启奏皇上。顺治四年，朝廷就已经颁发了永禁圈地令，可时至今日，永宁守备卡尔奇仍大肆圈占民田。辅臣鳌拜鳌大人到。鳌拜，叩见皇上。鳌拜，朕要问你一件事情，你可要如实回答。皇上要问什么事？顺治四年。朝廷就已经颁布了永禁圈地令，为何到现在还有人在继续圈占民田？八旗劲旅是国家根本所系，而圈地是出自先皇对旗人如恩爱养之初衷，一时怎么可能完全禁绝？圈地造成生民衣食无依、流离失所，为何就不能完全禁绝？只怕是那些人个个都徒有私利，无视朝廷律令。这是国家大事，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大胆！鳌大人，退下。
启奏皇上。陈宁静，你有什么话要说？卡尔奇圈占永宁土地一事，可于明日玉门听政时，由熊四旅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公开上书参奏。准奏。邢先生，马上就要到安国寺了。我这老亲家肯定急死了。不光是于大伯急，家里的人呢，一定都很着急。是啊，可是光急有什么用啊？走吧。老施主得的是猝中之疾，来，即是我们俗话所讲的中风。得病之后，失去了说话和行动的能力，此即尚无良方，只可一边医治，一边调养。谢谢法师。阿弥陀佛。哦，大师。哎呀，盛家，你从京城回来了？回来了。见着陈廷静了没有？他是怎么说的呀？见是见着了，他也答应了。可是此事太过重大，谁也不敢说他就能办成啊。哎呀，成龙他爹呀，已经为成龙的事儿都急病了，中风了，哎呀，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快快快，快带我去看看。守卫大人，守卫大人，您找我？来捕村的人把我插在地里的旗子全给拔了，有这事儿？哎呦，这事儿下官真的不知道。曲一鼎，你可是永宁的知州，这些刁民公然违抗我的命令，你居然说不知道？哎呀，守备大人，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哎呦，大人呐，要是知道的话，在下一定会说。继续说。大人，您让我说什么呢？说什么？带着你的人把拔掉的旗子重新的给我插回去。守备大人，守备大人，哎呀，求你饶了我吧！啊，饶了我。不插是吧？不是，在下不插。我，你是不是跟于成龙穿一条裤子呀？守备大人，我怎么会跟于成龙穿一条裤子呢？好了，不插也行，那你就说一说，来捕村村民背后的指使者到底是谁？是于成龙还是周瑞和呀？你是不是想掉脑袋呀？说。守卫大人，他们俩都是这就对了嘛。啊，这才像是永宁的知州嘛。大人呐，要是没别的事儿，在下就先告辞了啊。站住，我还没说完呢。还有事儿啊？于成龙和周瑞和我该怎么处置啊？处置？我是继续把他们关在大牢里，还是拉出去砍了呀？这，大人呐，我刚才可是你说的，他们是来捕村村民背后的指使者。哟，大人啊，在下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如果不把这两个人砍了，那些刁民能老实吗？是不得，
万万使不得啊！报，守备大人，守备大人不好了！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川口村地里插的圈地旗也被那些刁民全都拔了。反了！彻底的反了！亲家，亲家，别急别急，我去京城啊，见到陈廷敬了啊，成龙他们的事情是有望的。哎呀，老头子，别着急了啊！你看亲家公说了，成龙他们的事儿有望啊。爹，春天法师不让您动，您就别动了，静静的躺会儿吧。秦大母啊。成龙那边有信儿吗？没有啊，啥信儿都没有。大人，这川口村的人全都不见了，那人都跑哪儿去了？听说他们都跑到来浦村的安国寺去了。跑到安国寺也救不了他们。大人，奴才想，这于成龙和周瑞和不仅仅是来浦村的背后指使者，也是川口村的背后指使者，甚至是永宁州的背后指使者。佛郎，奴才在。你带人把这片房子给我点了。奴才遵命。那我在。你派人去安国寺把那些刁民给我押回来浦村。这今日早朝奏事完毕，散了吧！啊，微臣熊次履有本要奏。微臣熊次履有本要奏。早朝已经散了，准奏。启奏皇上，山西永宁守备卡尔奇违抗顺治四年朝廷所颁布的永禁圈地令，在山西永宁大肆圈占民田，骚扰民生，使永宁数以万计的百姓无家可归，民怨沸腾，而且还将阻止其圈地共生于成龙、永宁州州童周瑞和非法拘押，打入地牢。臣奏请皇上对卡尔奇无视朝纲之行为严肃查办，一律问罪。卡尔奇圈占民田一事，交由刑吏两部会议。退朝。大人，先皇交办的差事我们没有办成，居然叫陈廷敬和熊次履他们两个人给办成了。阿七啊，
明大人，这等聪明的主意，该不会是陈廷敬和熊次履想出来的吧？哼，陈廷敬聪明过人，这熊次履又直言敢谏，他们两个什么想不出来？明大人，要我看，陈廷敬和熊次履，顶多也就敢在洪德殿上向皇上说说小话，敢在乾清宫御门听政时上书。如果没有明珠大人您的支持，谅他们也不敢。哎，你们两个都跟我学着点儿，这叫借力打力。